知啊，佢哋係拍人拍個牆啊，定係點樣啊？哦，咧，即係你係而家係採訪呢個定係點樣啊？好熱啊！都係等住過嚟查查。我本來咧就想嚟睇下嗰個咩嘢鄉市集噶嘛，話搞到好大規模、好大陣仗。你睇下，大户口啊！咁啊，突然間就俾人查身份證喎。乜嘢牙齒都冇曬咯，本來想去參觀市集，因為阿叻喺度整鮑魚啊嘛，好似，咁佢賣鮑魚賣得咁辛苦，咁有錢嘅人自己要去賣鮑魚，咁我實要嚟睇下撞唔撞到佢，然後俾個 like 佢啊嘛，咁大規模嘅市集，好似我從未見過。即係由出世到而家，我都未見過咁大市集，淨係花錢啦，三月有啦，花錢，三月有花錢，哇！而家比美花錢有一個大市集，三個球場加公園，嗰邊咧又冇凳坐喎，咪逼咗過嚟咯，因為咁啱得咁巧，佢又維修嗰啲凳啊，起曬啲地磚啊咁。咁我都冇得地方去，咪唯有過嚟坐下咯。真係太熱啦，一陣就去飲下午茶咯。因為今日最好嘅日子就係普天同慶啊嘛，啊，咁所以咪出現咯。點樣普天同慶？今仲唔大日子咩？今日有市集開。哇！咁大仔未見過咁大規模嘅市集，好似係咪叫做？同鄉定咩鄉市集㗎？我話你何君堯哦，有個名嘅，不過我就唔記得啦。因為咁大年紀，好多嘢都善忘。我覺得一定要，尤其是今日係禮拜日啊嘛，咁又咁陽光普照，又唔係琴日又好似落咗場大雨喎，今日又冇雨落喎，啊天公造美喎，咁我唔係出嚟行下街食下嘢。享受一下香港的新生活咯。但係咁樣俾人搞完一大年，佢咪已經冇抹再去行市集？冇抹行咪坐咯，坐冇時間，坐啫嘛。驚唔驚仲會有人煩住你咯？哦，煩啊！日日都有人煩我噶啦，係咪？一日廿四小時，每小時六十分鐘。我都慣噶啦，嗱，我哋而家啲手機啊，好多都係嗰啲詐騙來電啊，詐騙電話啊，咁你唔接咪得咯，你視之不理，咁就冇事噶啦，係咪？咁唔通你個個電話都去接咩？
咁一接咗，人哋又話你，喂，你又爭乜嘢錢啊？又欠咩數啊？啊，咁你又要俾咯喎。咁所以乜都係以個人原因啊，你唔需要理會其他嘢得。我今日諗住留幾耐啊？喺度留一陣，坐到頭先咧，本來就好清爽嘅，因為陰啊嘛。哇！突然間而家熱血沸騰。搞到我真係好熱啊！咁咪要坐多陣。Oh, thank you. You're so kind. 嗱，你有香港咁多好市民，我哋又說好唱好啦。香港市民提供一支樽裝水 Bonacqua 俾我飲。A recycle me. 好 ，thank you so much.冇人叫我唔喺度啊，因為我喺度，我係坐啫嘛，我冇嘢啊，係咪？我今日咁啊，即係你知啦，我唔敢著白衫啊嘛，因為白衫斬死人噶嘛，咁我咪著黑咯，即係我冇選擇嘅，我又唔中意好 colourful 咁，咁我咪選擇著黑衣咯，今日。唔係特登著有花架。係啊。你要讚一下嗰個設計商啊！呢朵花係佢收落去㗎，啊，唔係黐落去㗎。嗱，你 close up 去影啊！嗰件衫係有朵花，朵花唔係我戴落去嘅，係原裝、原汁原味嘅，有朵花。咁咁啱，今日咁熱，咁咪出嚟行下街食下嘢，就係咁嘅一日㗎啦。其實呢度今日都部署咗好多警力啦。啊，我冇留意呢樣嘢㗎。部署幾多人力物力警力，完全唔關我事嘅。我根本唔會睇呢啲新聞。我係做翻我自己。我係去街食嘢就去街食嘢。你話周圍好危險啊？咁你商場行行下都無妄之災啦，係嘛？咁我出街日日，你周身周邊都有好多人，好人壞人都有噶，你唔知道發生咩事。有冇話夜晚有啲咩搞啊？夜晚搞咩？有冇話要去邊啊？冇啊，我喺呢度一陣約埋朋友飲下午茶，食埋晚飯，行街睇下有冇啲衫有朵花喺度嘅，有咪買咯。因為我中意花啊嘛，人好似花一樣。好快又好灿烂，好快亦都会凋谢，所以呢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，这个就是我做人的宗旨的理念。我又是讲回黄耀明那句说话，讲一声我是我，人点是人家的事，我点是我自己私人的事，何况今天我都讲风和日丽，天朗气清，禮拜日假期難得，我哋出嚟食嘢、行街、購物，呢個係我哋嘅自由，唯一嘅自由。咁我一定會出嚟啦。好簡單嘅啫，其實個道理。花咧我就冇，口號亦都冇，我只係坐喺度同一般市民大眾一齊。在度享受個大自然環境，我所做嘅嘢咧就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。我淨係坐喺度啫，冇嘢。咁嗰啲行為藝術啊，或者表達方式咧，就人各有異嘅。咁我好難去批評人哋是否對與錯。即係就算行街都有好多人。不同的形式去行啦，講嘢亦都有好多不同的方法表達啦。但你問我，我淨係坐喺度唞涼，用公眾的設施，嗱後邊有個噴水池，咁我點解唔嚟咧？呢、這個就是我要做嘅嘢啦。嗱，門檻高，紅線闊，我哋。根本最主要一樣嘢，就做翻你內心驅使
你內心的事。行為我不識批評他們怎樣樣去 define 什麼叫做紅線闊門檻高，因為他們都不知道底線去到哪裡，那人家這樣做我就這樣聽和看咯，我不會批評他的做法是恰當與否，即是我心底話就是我做自己了，我不理人的，人有人做，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我在看，就是這麼簡單。很多人那個市集包曬棚的，五光十色的，你見個市集，我剛才都講啦，我都想睇下撞唔撞到阿叻，佢整鮑魚啊嘛。咁呢啲我哋嚟個目的，公園係與眾同樂嘅，個個人都嚟得嘅。一個香港市民，你揸住香港身份證，就算你係遊客，你都可以享有呢個生活嘅自由。我只係一個人坐喺度，有咩所謂？其他嘅嘢咧，我係一個星斗市民，我乜都管唔著噶啦，亦都唔到我管啦，係嘛？有咁多高官發言，佢哋有佢哋嘅邏輯，有自己嘅智慧，有自己嘅思想言行，唔輪到我去批評，我亦都冇資格去批評任何人，我淨係有資格去批評我自己。